嗨，车友们，大家好，早安。那么早应该没有人在探跑，没关系，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做的改装，就是安装 KTE 的道路版避震器。那这台车，目前的铝圈跟轮胎规格都还是原厂的规格，205/56。然后又改了3m的拉杆，引擎式拉杆，还有一些拉杆类的红色的 logo。 这里的话是装好的 KT Racing 的那个道路版避震器的上座，这里呢就可以调整阻尼，所以九代的话八代一样，前面有一个维修孔，打开呢就可以做软硬的调整。看一下避震器好了，前面的话我刚刚已经装好了。九代的话有一些固定扣具，在这边，这里有一次，这个是 ABS 感应线的固定扣具的位置，都是跟原厂的规格一样。那九代的前面呢 ，KT 道路版配置的是200x7公斤的弹簧，这200x7公斤的，然后这是离载串的固定位置，原厂离载串的固定位置。那这一台的防倾杆呢，都还是维持原厂的规格，离载串也是原厂的规格，所以不用再改离载串了，直接原厂离载串直上就可以了。调高度的部分，KT 的系列呢是靠筒身可调，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所以它调整高跟低的幅度呢相当的宽，最高可以跟原厂一样高，最低的话呢轮胎的上缘呢跟叶子板差不多可以刚好切齐。今天的话预计了原厂大概30多一点点嘛，今天预计会降到大概1.5指左右，就是轮胎的上缘跟叶子板大概会离1.5指左右，所以这个是 KT 的前面，装在 Civic 九代。啊 ，Civic 九代我们像避震器里面的用料呢，里面填充的阻尼油啊是意大利进口 IP 的阻尼油。那这个油品呢是从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并不是授权来台湾在做混装，所以它的油品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好，这个是道路版的。那里面的主油封部分呢，用的是日本 NOK 的油封，所以它的等级差不多是跟日本的 TIN 一样，都是用的油封呢，都是用日本 NOK 的。那刚刚有提到过的上座部分呢，KT 的也都有附上座哈。这个上座的话，我等一下再看，再让大家了解一下它原厂上座的形式。这个是 KT 会附一个强化上座，那强化上座里面前面避震器还要负责转向啊，里面所附的轴承里面所附的轴承就是日本口诱的轴承，所以 KT 的用料都用的还相当的不错。这是前面的部分，右前的避震器，我们来看一下它原厂拆下来的避震器。现在师傅还在施工的是后面，剩右后还没装好而已。这是今天拆下来的零件，这是原厂的避震器，然后这个是原厂避震器的上座，前面避震器的上座。那原厂避震器的上座呢，我们 KT 呢就有附了，所以就不用再使用了。为什么要附上座的原因有几个了？第一个，师傅在拆装的时候相当的方便，不用再把原厂的拆下来使用，所以在技师施工上呢会比较简单，也比较不会有安装上的失误。第二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不晓得原厂使用了多久，也许要拆下来使用之后发现里面的轴承或者是里面的橡皮筋坏掉有破损了，那到时候再装在改装的避震器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很难厘清是原来的避震器问题还是改装避震器的问题。所以我们 KT 的话呢在 Civic 九代就都有附上座，所以我们是做一整总成件，不用再拆原厂的任何一个零件来使用了，所以在安装上的话很简单，然后也比较不会有问题的时候很难抓出问题的异因源。
好，这个是有今天车友哈，他要降到一指半嘛，所以后轮的 camber 定位的角度呢会比较怕，所以有一并要上那个仰角调整器，就是要仰角调整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安装跟仰角调整器的部分啊，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离载栓，这个呢不是 Civic 九代，这个是昨天 Civic 八代汰换下来的，但是。Civic 八代跟九代的后面防倾杆哈，跟离载栓呢，就都是一样的，好，八代九代都是一样的规格，寿命其实都还蛮长的，应该撑个15-20万都没问题。昨天离载栓坏掉的车友哈，他是开的是21万公里。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的部分哈，后面的话呢，这个是上座橡皮的话。哦，这是要用原厂的规格啊，这个是防尘套。这个防尘套呢是做全罩式的，就是跟原厂一样，它一整个轴心呢都能够做保护。哦，这是轴心，所以它的防尘套是全部都能罩住的。啊，里面有一个白色，哎，来，这个就是馒头，哦，防止筒身触底，延长筒身的寿命。那避震器的车高调整呢？哈，并不是在这一支哈，车高的调整呢是在这个调整机构。这个一般我们叫 Hello Key 的哈，那所以这个呢，现在大概剩20到21 mm， 所以等一下降下来的车高就大概一指半左右。那后面是配6公斤的弹簧，下方的话橡皮呢是沿用原厂的规格，所以后面的安装的时候最大的技巧在哪里？就是弹簧啊，千万不能预载过多。如果后面的弹簧呢没有预载，就是筒身调的比较长。那这个弹簧有可能会松脱，那个技师在安装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这样的失误，因为松松的就会有危险嘛，所以正常来说，一般的安装失误呢，都是这一支筒身调得太短，把弹簧压缩住了，所以乘坐感一定不好做。第二个，安装没有 OK 的话呢，也会有异音。第三个，也会影响到筒身的寿命。所以后面的 Civic 八代、九代啊，安装技巧的话呢，相当的重要哈。这个是 Civic 九代的后面，好，调整机构，还有弹簧，还有 KT 的筒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零件哈，这个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的仰角调整器哈，这一支是锻造的仰角调整器。那仰角调整器的功能是在于哪里？在于它的后轮呢、啊，如果因为后轮是多连杆的结构嘛，当车高降下来之后呢，它的轮胎会呈现这样的角度，就是变得比较趴，幅度比较大，所以原厂的话呢。束角是能调整的，但是 camber 的角度呢是不能调整，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仰角调整器这个区段可调的功能呢，把它的 camber 角度做到正常的角度，这样子就不会吃胎了哈。所以如果车友有要降低，而且降低的幅度稍微比原厂的大一点点的话呢，那就建议会加装啊仰角调整器，避免轮胎的内侧吃胎。所以这个是今天要施工的东西，就是 KT 的道路板避震器，还有仰角调整器。那后面的话呢，看到橘色这个的话，我的手，哎，这里，这个是后下两点式拉杆，3米的。其余的话呢，像刹车的部分哦，目前都还是维持原厂的规格。目前只有剩下右后还没有安装好。右后的话，在八代九代呢，如果原厂是有配备 HID 的话，它的后面呢就会有一个感应的吊架。在这个地方，这个是 HID 感应的水平感应器的吊架，后面差不多了，上面还有离载栓还没好，所以今天的安装呢，就差不多，大概快完成哈，等一下就剩下微调跟试车而已。这是 Civic 九代，好，后面调整杆。等一下，没有手。这是
九代，这原厂就已经有附大包了。15年，这台是15年，15年1.8。等一下，这个都还要再复原，因为有装拉杆呢，所以刚刚拆装的时候，上座有3颗螺丝嘛，所以需要把这个饰盖呢把它拆掉，才有办法把上座拆下来。刚刚影片中有介绍到的上座，避震器的前上座呢就是在这里。这是前面阻尼的调整部分，我们来看看我一个人有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阻尼调整的部分。Civic 九代的后面阻尼调整大概在行李箱里面，这边哈，但是我只有一只手，一只手拿手机，不然一只手可以啊，一只手可以。好，来把后面的饰盖呢，把它掀开，好，掀开的话呢，来避震器上，这个是后面避震器的上部了哈。所以我现在把阻尼调整棒呢，把它插进去，然后顺时针的话，像这样就是变硬了哈，这样就是变逆时针就会变软。所以 KT 呢，一共有30段，那我今天想要把它设定大概，因为原厂轮胎嘛，所以我要把它设定在15段，我就转15格，12345678910111213141415，好，这个就是等一下呢，要先初步安装好的段数。所以 Civic 九代很方便哦，饰盖呢，后面的饰盖稍微把它拉开之后，就能调整得到了。右边在这里，后上还没锁。有车友的车一定都车库车哈，布得很漂亮。OK， 那今天的在俱乐部 Civic 九代俱乐部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安装的影片，直播的影片就大概到这里。如果车友们有需要哈试乘呢，或者是有对产品有任何的问题，欢迎跟我们的 KT Racing 粉丝团的小编联络。因为我们每天晚上7点呢都会播影片哈，然后就分享一些安装的图文跟大家分享。如果对 KT 的产品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欢迎跟我们联络哈。谢谢大家，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拜拜。